没有办法了，一定要我跟帮他弄了，我是没有办法，我现在年纪很大很闲嘞，有时候好累嘞。早上起来啊，他也是 有大病的时候了，我又跟他弄啊两个钟头这样啦，然后哦，我做了跟他弄好了，我去买东西来给他吃，吃了停一下，他又叫我来跟他啊帮忙一下他的脚啊 exercise 一下啦这样啦，然后差不多啊，半个钟头跟他 exercise， 跟他按摩按摩身体这样啦。等一下哦，他的伤口哦，烂了哈，又跟帮他换啦，换他的伤口这样啦，给他擦药啊，什么东西都是我做的啦。冲凉是女佣跟他冲凉，我没有跟他冲，我是帮他扶他起来啊，扶他起来这样啦，然后女佣。弄他进去厕所冲凉，这样是没用帮他。你用有时候哦，他冲凉了没有空了，就是我跟他弄了，跟他转身一下了，这样了，弄他好好啊啊，弄这个了，跟他弄好一点点这样了，啊，这个枕头哦，弄到进去这样了，没有办法了，一定要我跟帮他弄了，我是没有办法，我现在年纪很大哦，很闲嘞。有时候好累嘞，没有办法，他又做，帮他做了。厨房呢，是他的东西，他弄了这么久，我没有好起来，我什么都要我帮他弄了，我是很辛苦的这样。哦，他血压还有胆固醇来尿酸嘞，啊，每天都要吃药嘞，啊，每天吃一次嘞。很感动，我母亲一直来在照顾我，然后我觉得我过得真的很辛苦，每天要人家帮忙我。做那做那，我自己不能做自己的东西。现在一只手拿，现在一只手可以拿东西来，啊，那边的手我没有用的。我母亲一天一天比一天老，有一次啊，他卖两粒榴莲给我吃，我感觉很开心啊。要买药，我也是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每天要吃差不多九粒，花很多钱呢。我每天两百多，我差不多百五的。我三个月去再搞一次了，妈妈是一个月拿一次。我多溜车也是要坏了，这两天刚刚换了那个轮子，八十块，家境也是不是很好，然后。我自己都不能做工，有时候下去是马路这样，自己撞自己，慢慢的提醒，然后收入也是很少了，很少，很不影响我妈妈，给我妈咪，对啊，这个。